觉得轻松毕业啦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先目标来抽个框三好了，目标是框三啊，其他只没来也没差，对吧？好，三颗哎，我觉得轻松毕业了，真的。白铁罗哥今天两只，哎、欸，电视帮我算一下，今天排队到底有几只了？两只了，哭啊！太扯了吧！守时不会吧？哇！啊，守时，有没有守时？有没有东西？好了，不用担心啦，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全力冲这个狂三池，希望四百颗可以轻松毕业。白铁已上线，不要再白铁了，谢谢各位。不会，没有白铁，没有白铁，不是头就是尾，尾巴，尾巴通常相信今天可以找到，今天应该可以轻松毕业，不可能再白。来，想吃的，好了，记得这个64吧。我觉得他，我好像说也是属于可以接受的。OK。OK， 他可以，他还行，他可以配稳财神，可以，好了，三十抽，对，咱第三十抽，八五分，不会，没有他们的，不会的，三颗，四，好了，狂三毕业，可以转去彼此啦，可以吧？先这个可以吧？爽啊！轻松啊，轻松毕业啊！啊哈哈哈！耶哦，轻松收工！哎呀，轻松收工了。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去跑去抽一次？两个大奖都结束了。我看一下，今天是大家又都要不喜欢了。我看一下，下一次可以干嘛？哎、欸，现在可以啊。那不然我们就 H 躲到宝，看看可不可以全骑啊？也许 H 全骑也是一件好事。这样子看来，今天的我欧气非常旺盛，我量只要爆开就没问题。来，轻轻松松。大膨胀的男人，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是不是他？美酒是不是来了？美酒，我感受到美酒了，我感受到这个可怕的气息，我感受到可怕的气息。好了，再来啦，三十，集中。对啊，因为我加油，我不会再美酒，没有美酒，绝对不可能，轻松，轻轻松松带走。哎呀，可恶！好，来继续乘胜追击，目标是全起来，三颗应该可以全起来。哎呀！哇，哥二啦！哇，两只62了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五合是65，哇，开始歪了，我感受到有点歪的感觉。哇，十箱，然后这只，哎，再来，轻轻，这个歪的不对啊，这个歪的不合。哦，这两只杀鸡了，怎么两只？啊，你怎么也两只？奇怪，这个世界线开始歪了啊！不是剩下应该要爆开吗？这个世界线有点歪。对，可以啊，轻松，轻轻松松，轻松。
白铁，白铁啊，啊，白铁，白铁几只啊？三只吧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是要保底只，保底嘞。就是怎么觉得我们在谈吐之间保底就来了呢？快，石箱，谢谢石箱，来咱们的石箱，保底收工。那四系啊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四系耶！我们这样距离天井是不是还很远？我们是不是离天井还有段距离？我看一下，我有点担心天井的问题。四密，好，密，四密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还要50抽哎、欸，有点亏哎、欸，再拼我觉得有点亏哎、欸，因为他的技能组说句实在话不是很吸引我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们身为一个实况组该做的就是要拼全勤，可是你知道这个拼的有一点点，有点不值哎、欸，我觉得。200抽等于 BA， 操你妈的小 F 技！拜托！